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庆，欢迎收看 Max On Air 大设计。电动汽车堪称吃电狂魔，出趟远点的门都要充电。但已经习惯了汽油车，很多人熄火之后就直接下车回家了，一点都不记得充电的事儿，搞出了不少麻烦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一款可以自动为汽车充电的机器人出现了，再也不要怕忘记充电。德国汽车机器人制造厂商库卡和大众汽车合作开发出的机器人 Kona Connect，对于电动汽车车主来说绝对是个福音。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走进家门了，甚至说躺在床上了，才会想起来又忘记充电。路远点并不可怕，怕就怕碰上刮风下雨和冷天，要回趟车库可真难受。可是这电吧又不能不充，好在有了 Kona Connect 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再也不用辛苦跑回车库了，只要你把车停在了它的附近，那之后就可以用手机来隔空充电了。这根机械臂可以凭借侧面的摄像头自动扫描汽车充电插口的区域，然后以毫米级的精准定位插头自动给汽车充上电。另外这根机械臂前的充电插头还可以根据需要来更换型号，不光和私家车百搭，还能够配合工业用车使用，小小的身体可是有大大的用处呢。想想以后电动汽车是发展大趋势，到时候我们肯定会经常看到这位充电小助手的。视频颜色来自 Kilka Rovers and Automation， 由 Maxone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